不能这样抱你了。谁说的？我就要这样抱着你，抱一辈子。你知道的，没有可能了。我会慢慢学着把你放下。我呢，这个人就喜欢挑战不可能。那，你自己看。骗你了，那你为什么从左边出来？你又没有说是谁的右边，对我来说那是左边啊。哎呦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好气哦！哎呦，好气哦！我也好气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啊，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吓死我了！谁打内伤啊？谁打内伤？亲，就送你们黄白色的菊花来祭奠你们短暂而可怜的爱情。如果不是，那就大宴三千，张信达请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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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客。艾姐，孩子都安定好了吧？今天没法早走啊，安顿好了，你放心吧。对了，艾姐，这个呢是给苗苗的，我欠她一顿饭，算是见面礼。这么不懂事的张希达都有礼物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呢？薇姐，这是我的。艾姐，那个我没有准备，下次一定补上。就知道你没买，我给你准备了。谢谢大家。其实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跟大家撒谎来着，我离婚那会儿法院根本没把孩子判给我，那时候我要工作没工作，要存款也没存款，根本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，所以苗苗压根没在我身边。但是自打我来了咱们所，你们都对我真的太好了。哎，这按理说我是个当姐姐的，我平时应该多照顾你们才对，哪怕是请你们吃顿饭的。
可我太抠了，真的。哪抠了，艾姐？你这不请过吃饭吗？就上次把我家这只喝醉了，长喵喵那次。对，对，请过，请过。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吧，谢谢你们每一个人对我的包容。都过去了，魏姐虽然抠，但是这两年来，艾姐抠出一套房的首付来，哎，还攒了不少存款呢。所以，前两天我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了，我要夺回孩子的抚养权。真好。其实，我们已经知道苗苗没在你身边了。叔叔阿姨，我是苗苗，我妈妈很辛苦，谢谢你们照顾她，她怕冷，你们开空调不要温度太低，她为了节约房租住得很远，所以经常迟到，请你们原谅她。妈妈说你们工作忙，胃都不好，我给你们买的花草茶，少喝咖啡多喝茶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你哭什么？要我啊，有这么好的女儿，我该笑死了。那我们来庆祝一下吧，来来，还真应该庆祝一下。安主任，送给苗苗的。谢谢主任。西达说的对，咱们今天还真得庆祝一下，庆祝咱们鉴定中心这一年转亏为盈。真的假的？给您倒上。挣钱了？你是股东，我还能骗你吗？那安主任，有没有奖金啊？有，而且还不少呢。那得干一杯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觉得啊，我这次的投资计划简直就是神来之笔。首先啊，赚钱了，咱们中心是不是赚钱了？再来是我自己的小说火了，爆了，很多的网络平台都想跟着我签约。现在还有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一间影视公司叫奇数有余，说要想把我这个 IP 给买下来。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我收获了我自己的爱情。哎呀，安主任，你看。行了行了，别撒狗粮了啊！你这小说我可看了。喜欢吗？喜欢你个头！我作为事件的当事人，你如果要把版权卖给影视公司的话，你把我删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父辈上一辈的隐私，我觉得你把它拿出来做八卦出去卖，我觉得不太好吧。但我又没有用真名。那也不行。哎，反正就是不行。你要是卖，你信不信我告你？哦，告。Thank you.
你也打叉。那是要还我钱吗？刚刚我替你给苗苗准备礼物了。哦，对了，多少钱来着？我手机转给你。你还真要还我钱啊？通常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说请客吃饭、感谢之类的话吗？那我先走了。那我走了。师傅，走吧。等一下。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平时加班到很晚，你也没说送我回家。今天怎么突然？不是突然，是，是我以后每天都想送你回家。先还钱，别岔开话题。我就不还，我就要留着请你吃饭，多少顿都可以。把鞋换了，谢谢你这么晚还送我回家，太辛苦你了，你快走吧。我喝杯咖啡再走。这都几点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太累了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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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干嘛？想什么？谁叫你这么坏的？现在啊，别太久了，让你把钱呢全补上。哇，太幸福了吧！一大早起来就爱心早餐可以吃。哎，要是昨天晚上的夜宵也吃了就好了。嗯，兄弟，对不起。咦，开灯啦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我要回家一趟。跟我爸妈说，我要正式跟你谈恋爱，要跟你结婚，生娃。咱俩八字都没一撇呢，还结婚？来来，接着点。八字儿，你就那一撇，我就那一捺，刚好。嗯，好吃。喂，
怎么了？当年是我一时糊涂，被人